团队的14个三分球，而且保持5成以上命中。比较足够的球员以后，不管是在攻守两端都有很好的表现。好球，布伊德被 double team 之后给到顺势切入的简浩达。也来到双位数的11分了，而且文成在这个赛季其实命中的三分数不多，相当可怕。这节还有1分多钟了，好像两队看起来现在是专注进攻了，已经创造出来了。布伊德禁区，简浩连得8分，杨科维奇。面对蔡文成的防守，送出来，简浩在弧顶位置出手 ，bang， 来一记3分之一，28-20。除了刚才时间到点的那个弧顶位置出手之外，简浩的3分，哇，这是有难度。简浩的外线飘了，投的非常飘逸。所以如果你把两个洋将都摆在先发的话，他们俩突然下去休息的时候呢，会变得没有这个替补的禁区球员。简浩的底角3分要顶住。底角，简浩的3分投射进，中继飞弹发射了，哇！你自己再抢回来。哦，这段时间的进攻篮板，梦想家抓的非常多。是，球转移的相当快，又来到简浩，一个左边，再一个右边的3分球将比分给追平。田肯尼，5个人都碰到球，最后还是来到射手的手上。梦想家领先，简浩拿了就起，哇！